长突然很帅啊！哎，黄浩可以耶。就身为一个男生，都可以因为声音被他的对电到。黄浩的声音是那种女生一听到就是，她会想拥抱他那种，所以他的声音很适合就是到追求女孩子。我觉得黄浩的声音真的是一出来就一鸣惊人，他的声音完全是我喜欢的那种样子。我觉得现在主歌那个flow很棒，但是有点在期待什么东西，但好像没有被弄到的感觉。然后改天会弄你。我在继续讲，然后我听说你们有做一些歌，对，然后想听一下。你有想特别听谁的歌吗？想听黄浩的歌。黄浩的怎么样？好好听一下。啊！被剪到，会比较开心一点，就没有再掉回去。干嘛？然后就发现他，吉他也会，然后编曲也会，然后写词也会，然后他又蛮照顾我的，这个人让我觉得非常欣赏。up up up， 这样。下一个、哦。下一个。哒哒哒哒哒哒。好，可以停，我先转。突然很帅。突然好帅。以前没有这样觉得过。好帅。很快听我们那 beat 之后，就马上可以抓到那个和弦，然后我就觉得哇，真的超厉害！黄浩可以耶，就觉得他很全能，然后就有各式各样的其他的伙伴就想要来找他帮忙合作弹吉他什么，就是他就是一个夯哥。就身为一个男生，都可以因为声音被他的对电到。黄浩的声音是那种女生一听到就是，她会想拥抱他那种，所以他的声音很适合就是到追求女孩子。我觉得黄浩的声音真的是一出来就一鸣惊人，就是一出来就会让你觉得说天啊 ，shimmering， 然后你看到星光这样。他的声音完全是我喜欢的那种样子，所以今天对黄浩的赞。我觉得现在主歌那个flow很棒，但是有点在期待什么东西，但好像没有被弄到的感觉。然后改天会弄你，改天会弄到。好，麻烦你了。好。